三章十六节，咱讲，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子赏赐世间，既然信伊的人未沉沦，会得到永活。伊听世间到安尼，囡仔细汉的时阵，我拢最爱用这首歌，足简单的歌，足简单的信息，就是基督听咱，因为圣经安尼甲咱讲。耶稣听你，耶稣听咱，耶稣听我。耶稣听我，我在边，因为记载的圣经，细汉的那虽乱。耶稣的救提上，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无记载的圣经。耶稣听我，伊有心，有将天门开到你，我的罪我已洗清，可以洗净你来面，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无记载的圣经，耶稣听我，三更听。在我身边免惊怕，你老不会救赎我，我一生为你来活，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无记载的圣经，是你给，是。Say
Oh,
我们继续站立，用书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路玛利亚出世，在本丢比列多忍耐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搭坐全能的父，上帝的大柄，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万观音阿爸爸，听阮的耶稣基督，阮感谢你。今仔日早暝，阮你的兄弟，阮兄弟姊妹做伙来到你的宝座前，阮唔嘛用诗歌来俄罗敬拜你，阮也要用祈祷，要用听你的话语来敬拜你。主啊，今仔日阮知影，你咧十字架顶悬，你所受定所流的血，来洗净阮每一个人的罪。予阮有当搁一届有活定生的性命咧食，主啊，阮咧每一个人咧食，拢是来食孝念感恩，为着这件，阮来你替阮的牺牲，阮来记咧心中。主，今仔日阮每一个人搁一届来到你的宝座前，为着是搁一届，阮这礼拜若做无甲你欢喜的代志，也是讲有犯的罪，主。求你的保护，搁一届洗清阮的罪，来阮在你的面头前，予阮搁一届有洗清气。我嘛要过来来为了做要孝良讲，阮真侪兄弟姊妹，阮在阮的软弱，阮的需要，有病痛的，也是讲有重担的，也是讲生活有困难的，也是讲家庭有问题，也是讲囝儿爸母中有问题，也是事业有问题，也是。做的代志，阮拢摆在你的手头。主，你知影阮的软弱，阮的需要，阮全心来你的面前，为着是要讨你的欢喜，求你感到阮的献祭，求你纪念阮的软弱有需要的，你拢来解决；有病痛的，你来医治。主，阮安尼袂堪，今仔日搁一届来你的面头前，阮要讲主啊，你来查看阮，阮知影。你在阮每一个人的身上有你的使命，阮是真智慧的真实。但是你有讲过，阮的恩典给阮不是空空的，总是阮要将你这丰盛的恩典来给它传出去。阮要透过圣灵来更新阮的生命，引带阮头前的路程。主，求你再过一届感到阮每一个人在你面头前的日子来引带阮。阮就将下面的时间，就圣灵继续来带领，引带阮今仔日每一个人拢有丰盛的得着。你唔嘛，你的话语，确定啊，照着谢信心牧师的嘴，你交我伊，互伊今仔讲的，拢互阮知影，讲你要爱阮做啥物，阮来袂堪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搁一届多谢献诗，带咱遮好遮水的献诗兄弟姊妹，大家好！真久一礼拜无看，唔知有新的朋友咧我倒手边无？那无中者够有新的朋友，还是正手边？那无咱一礼拜无见面，咱互相边啊互相请安一下。下面咱看咱这礼拜教会报告。
弟姊妹平安，请咱大家来关心本周重要事项。全教会灵修教材活泼的生命，请各团契代表伫本周日中昼十二点半到办公室领取九月份的灵修教材。阿法生命启发课程本周日下晡一点，伫118教室举行第一遍的筹备会议，请各区牧团契小组推派同工代表参加筹备会，也请各团契小组尽量邀请 VIP。今年的阿法课程，请谢信心牧师担任班主任。郭克伦弟兄担任总召集人，请为这边的课程和参与的小组长同工来祈祷，多谢。交心2018-2019年度青少年管弦乐团已经开始接受报名，新进团员正式在今天下晡一点在109 AB 教室举行，请兄弟姊妹可以邀请他们的朋友的小孩做伙来参加。报名详细资料请问 Janet 姊妹。诗班报告，新人诗班和少年儿童诗班要在九月初九开始上课。新人诗班上午十点在109 AB 教室，下晡一点半在109G 教室。少年儿童诗班中午十二点半在129D 教室。请父母准时在十二点半送您的小孩到129D 教室。欢迎更多兄弟姊妹参加，让咱同心用声音俄罗斯。那有兴趣参加的，请跟陈真如老师联络。以上是本周的讯息报告，更多的消息请看周报。刷下来，请咱同齐来祈祷，为教会祈祷。儿童时间对九月初九开始阿瓦纳课程，求神兴起同工带领阿瓦纳，求神使用阿瓦纳，让儿童接着活动，更加认识，更加疼惜咱的主耶稣。请为九月底开始开发生命课程阿法祈祷，求上帝祝福 VIP 的邀请，甲各小组同工的参心以及筹备的工作。为肢体祈祷，为生命树团契皮斯拉姊妹完全得医治祈祷，为钟灵姐妹手术后健康恢复祈祷。哪个团契英如姐妹跌倒受伤，求上帝医治。现在我们为了顶面的一些事项，我们两三个人做伙来祈祷。听我们的耶稣基督，万军的阿爸爸，我们感谢你，是你的事工，你教会一直在进行，我们就将这些事工都摆在你的手头，包括阿瓦纳 program 和这些儿童从小孩就得到你灵命的栽培，跟阿法的课程，主啊，谢信心牧师要带领这个课程，就是要让不认识你的人，照过这个课程，来接受你，来认识你，来归应你。我若将今仔日一日儿童出游，因今仔要去圣彼得水族馆去一日的教导，主。你跟他同在，给他们平安，也大人、孩子、老师都会经过这个课程，有更多学习，有平安跟他们同在。我若将最多教会在进行的一些，你要说主，你若要复兴就给教会，你的灵要跟我们同在，你要感动我们最多人来参加祈祷会，也是教会祈祷会、团契祈祷会，也是每礼拜早起台语堂、国语堂的祈祷会，也是参加这个主礼拜、主礼拜，我那今年这个月谢希明牧师所引出来的主礼拜，主，我献出我的感谢，我在伊的身躯顶学习真济，
伊透过伊个嘴，互阮知影讲，你安怎使用伊，嘛会安怎来使用阮。阮献出阮个感谢，因为阮要享受你互阮个丰盛个生命，嘛是你个话语，也是讲圣灵个同在引带，互阮结出圣灵个果子，来享受你丰盛个生命。嘛安尼，阮也要将这个生命佫传出去。这是你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不敢忘记你。我们再一次将你的时间摆在你的手头，求你引出带领。我们若将一些肢体不好的、有需要、你来医治的，我们再一次、将这些人摆在你的面前，特别是 Priscilla， 她有这个病痛，主你都知道，你已经带过她 过一个化疗过程，现在第二次，主我相信你要她医治啊！伊是你所听的思路，你要阁继续用伊，你就完全可以恢复健康，啊，可以来继续来使用伊。我若将英如姐妹伊摔倒受伤，也是丁兆兴长老阁一届化疗来证明讲伊的身体一日比一日好，肯愈来愈健康。我献出我的感谢，主啊！阁做者像钟玲姐妹，伊手术了，伊即马咧恢复健康。啊，李莎丁。哦，伊肺部的纤维化得到医治，哦，主，即寡侪侪即寡阮肉体软弱的兄弟姊妹，阮摆在你的手头，求你来个亲自来个医治。你知影阮们的需要，阮的软弱，总是阮来挖苦你，阮落一切拢得到平安快乐，阮也有法度，搁一届勇敢起来，因为你是疼阮的主，阮是你的家人，阮绝对无有错。搁一摆感谢你，阮啊，将下面刷落尾，社牧师要进度的，也是讲确定啊要分享的，短宣分享，阮拢交托你的手头。你圣灵甲阮同在，今仔日所有的聚会阿罗敬拜听你的话语，拢有你的灵甲阮同在。我来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用短短一点仔时间，咱欢迎向个 Annie， 伊要来分享因即届等于台湾第三的一挂分的经验。好，今天真欢喜吼，这个向小向加印尼印地暑假中间七月份等于个台湾这个西海岸的所在，伫遐参与伫这个台湾西海岸福音的工作。啊！伫遮又带一挂啊，来分享看因伫迄个所在的工作啊。时间交予小尚。兄弟姊妹平安，我大概有二十几年无倒来咱的台语堂，真欢喜今仔阁倒来咱的台语堂。我有短短五分钟的时间分享，我上一堂讲者上久，甲阮太太的时间用，即摆45分 ，OK。好，我即摆分享阮今年去台湾西海岸。做短宣，哈、哦，咱在西海岸，敢有大概0.5%到1%的基督徒，所以主要说工庄稼已经成熟，等工人去收割，我们就是工人去收割。我们今仔穿的是迄即届制服，啊有。真侪迄个城市吼，拢是西海岸。啊，对上呢有接洽19间国中，拢总有4000位的国中学生。咱个同工呢，拢共有280位有来自美国、台湾甲香港。吼，啊，因为地方真大，有分3个营地。啊，即届当然有。去教英语，教因上迄美语品格营吼，教学生团好因，啊个励志演讲安尼。啊，阮早起6点就爱起来，暗时真晚才睏。这是阮第一营地第一天的晚餐，啊，暗时爱准备迄材料，吼，啊明仔载爱迄个 schedule 拢爱甲同工拢。拢配合好，爱祈祷啊！第一天到啊，啊，阮先到遐，一组一组祈祷吼。啊，
每一班吼有两个到三个老师，吼啊，阮大家就底下祈祷安尼，等学生入来。啊，学生入来啊，吼啊，这班是阮的学生，啊，这是迄个励志演讲，我甲欢迎爱讲三届，啊，但是袂使讲到耶稣吼，爱甲因讲这 motivational speech， 甲因鼓励，啊，这欢迎。啊，第励志演讲了后有迄个舞蹈吼，舞蹈了后呢有短剧会讲到用幽默的形态介绍迄天的主题。啊，阮总共有四个主题，第一天讲到情人节吼，讲到爱；第二天讲到感恩节，感谢；第三天讲到 Christmas， 讲到耶稣；第四天复活节就讲到耶稣的故事，四个故事吼，啊，然后要甲讲见证甲传福音号召。啊，第五天有这个成果展安尼，这是上课的情形。我咧英语对话，我讲英语，我同工讲台语。啊，哇，剩两分钟，呀、yeah, 啊，这上课讲，上课迄落玩游戏，啊，这是默剧，有演，演耶稣为人，牺牲个话，真感动。啊，然后这是第四天呢，你看我手戴这福音手环吼，就等于是属灵视力赶快，一个给两个就是。在信耶稣，罪得赦免吼啊，然后跟他如白一样，然后第六是在底下迄个小灵生命有个成长安尼，嘿，啊这个讲个人的见证了，好雕的有学生举手安尼，哦，所以阮即届呢，我真保守的估计吼，咱四千的杂种呢，我看上无有一千的学生有骨质，吼啊！你会想讲，那骨质，可能真侪去哦，唔知牙去石头还是去哦鸟啊提去吼。但是吼，即届有拄到一个少年人，伊是几年前甲传福音骨质的，伊即马转来阁教，所以真激励着。啊，这是社区中心，咱底下有设三个到四个诶社区中心吼，就是准备要 follow up 这个囡仔吼。啊，所以我即届吼，简单来讲，我有四个上大的收获，就是传福音给这个国中生、国中生，哇，台语怎啊讲就袂认同，啊，传信主吼，当然这以外呢。甲同工有真紧密的这服侍，因为拜一甲拜五吼，你看一天大概爱服侍十点钟吼，啊甲伊配搭吼，啊是真好的经验。第三呢，我熟悉着真济听主的同工，大部分是少年人哦。我其实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感觉讲，即卖时代吼，上侪诱惑吼，即个少年人吼，要投入要听住，可能真难。但是上帝让我看见着，足侪少年人因不敌听住，因阁对圣经足捌的吼，啊足拼的，所以我足激励的吼。啊，第四就是阮全家斗阵服侍，感觉真好。啊，第五就是。分享希望吼，有更加侪人参与。啊，上尾呢，最后一个曾医生呢，就是咱台语以前有一个陈龙的，伊娶陈龙的妹妹吼。啊，伊退休啊，伊即马专心咧做这個品格营，啊，甲学校接洽，甲伊对这个励志演讲吼，就文出诶，伊讲就侪个，伊讲了呢，伊还阁去接洽学校，准备明年诶。学校，吼，啊，我即摆要请阮太太华英来做更深入的分享。
大家好。大家好，不好意思，我的台语不好，所以为了节省时间，我用国语讲。感谢主哈，我们在过去的这两个礼拜呢，我们完成了这个两个礼拜的短宣活动。那那接下来我会用几点的的分享来跟大家讲到说我对这个暑期营的一个心得。那我会大概分三点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是看到我所看到的，就是神的功呢是开始于一个特定的呼召。那从这个影片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当中其实这是由一群几个人开始的一个服事。神将这样子一个感动呢放在这几个人的身上。那他们是这个圣加谷教会的同工跟牧师开始的。那神将这个感动呢放在他们的心里面，然后让他们看到在台中的西海岸呢有这样子的一个需要。然后他们呢也一直坚持于这样子的一个服事。那到今年呢已经到进入了第十一个年头。那从刚开始呢是从一两间的学校开始，到现在呢已经扩展到19间的国中。那刚才像有提到哈，今年就接触到了4000位的学生。那在这个当中呢，其实他们经历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征战，但是呢因为他们对神从神来的这个呼召，他们持续能够坚持到今年，甚至于到明年。第二个呢，我所看到的是神的功呢的拓展是在于愿意委身的团队。那刚才我刚刚有提到哈，其实是由一小群的人开始的，但是呢如果他们没有，就是譬如像我们还有从香港在台湾的本地的同工一起来参与的时候，其实这样子的事工其实是很难继续下去。他们几个四五个或是五六个同工，他们没有办法去接触到这4000个学生，一定是要由不同的团队一起来参与。甚至于我们的教师，刚才像也有提到，在那个教课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个老师，连教课也都是有2到4个老师一起来参与。所以这整个的神的事工呢，我看到其实真的是有许多不同愿意委身的团队一起来参与的。第三个就是我看到是说神的功能完成在于一个，第一个我是觉得是不断的祷告。你可以从这个图片当这个照片当中，我们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在祷告上面，早上祷告，中午祷告，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还是在祷告。所以我会感觉到说，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真的是需要我们不断的祷告，同时还有在座的弟兄姐妹也在这边为我们一起在祷告。神的工作呢，其实也是真的是完成在于圣灵的带领。在这个照片当中，你们可以看到这是两班不同的学生。当第四天我们在做完了我们个人的见证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呼召。那很感谢神，我所参与的两班呢，有一班几乎全部都举手决志，然后另外一班也是80%。那其实在这个当中，其实我真的觉得不是我们老师在做什么，而是神的带领。虽然呢这个短宣已经结束了哈，已经是在一个月以前了，但是呢我真的是觉得说我短宣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呢我们仍然是在这个征战当中。那我的对大家的这对我自己的挑战还有对大家的挑战呢，我在这个最后这个 paragraph 呢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对我而言呢，短宣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征战仍然继续着。然后我会继续的为这些孩子持续的祷告，然后也找机会跟他们持续的联络。那最后也感谢神，
那我们全家有机会一起的短宣，也谢谢大家为我们用祷告征战的这些弟兄姐妹们，神一定会纪念你们的心，然后也鼓励我们在我们当中的有些，或许你感觉到，或许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参与的，好，不管是我们的年纪多轻，或是多长，或成熟，那用我们的行动来回应神在我们心中的感动，谢谢。因对这个暑假两礼拜中间去到台湾，为台中这个森林，我唔知遐有几个城市啦，不过伫迄个中间，因伫遐经历着上帝伫因身上，诶遐看着上帝咧做诶工，其实互咱真大诶鼓励。有些人讲我已经年岁大，我袂使参迄种少年囡仔咧做诶，其实毋是吼，毋是咱可能咱无法度行出去。不过，咱会使用祈祷，咱用奉献，用多款的方式，咱甲因做伙来同工。咱看见咱家己的故乡，那些西岸的所在，伊讲敢若有0.5% 的基督徒，基本上是无基督徒，因为伫遐个所在，咱知台湾每一年有多迄落做马祖绕境吼，伫遐鹿港，伫遐大家的所在，迄真。真兴，伊讲迄个妈祖位啊，行过，大家去遐拜吼。迄真侪，毋是干呐一个信仰尔，迄一个叫做民间的传统。所以黑暗的迄个势力伫遐捆绑人的心，互人毋敢行出去，毋敢去教会。毋过咱看见透过即、這个叫做英文大英文，透过遮个活动，伊咧中间。来到福音，带你去到迄个中学生的中间，为什么为囡仔开始？因为囡仔的心较软吼。我咧拜拜足侪年，这我无多信。伊讲有一挂真济捆绑，伫囡仔的中间，伊听见福音了，伊讲决志讲，有一个我听伊的见证，就讲有一个查某囡仔，伊听见，伊摕着圣经，伫遐读圣经，即个老师就甲问讲，你这摕转去厝的，会去老爸老母，反对。用话经我偷偷啊藏起来，暗时才提出来谈。咱讲伊上帝咧改变人的心，随往遐真侪拜拜的所在，真侪迄个民间的宗教的所在，无咱看伊上帝用无同款的方式来改变迄个所在人的心。今日要甲大家分享一段是咱同心建造咱属灵的家庭。啥做熟练的家，就是咱的教会。咱看今仔日的经文吼，咱今仔经文是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咱做伙来读吼。迄个白色的字是咱台语的，来做伙来读吼。来，各人照所受的恩赐，三服侍做上帝百般恩典的管家。搁一届来，各人照所受的恩赐，三服侍做上帝。百般稳定的关家，在这几年的中间，我伫教会中间服侍的内面，我看见，咱建立教会实在愈来愈重要。教会先要起立建立起来，来每一个人的生命伫教会的中间，这个属灵的家庭内面，咱做伙来成长，做伙来服侍。你知影过去咱华人教会中间有一个观念。对我要追求，我要我的生命成长，我较注重我甲上帝的关系，我甲主的关系。毋过有时咱忽略伫教会的起造的中间，伊了教会中间有真侪好的基督徒，有敬虔的基督徒，有好的品行，有追求的基督徒，有好的生命。毋过咱无看见一个有影响力的教会。会当影响这个世代，会当对这个社区、对咱个国家有啥物影响力？地到咱个国家中，特别是美国，真济无共款个观念。伫这个中间是咱无法度来应付。实际上，上帝个心意，毋是咱干呐爱咱做一个好个基督徒呢？上帝个心意。是按咱来去做咱的教会，真多对这个
社会文化有一个影响力的教会，透过教会来彰显伊的稳定、伊的灵敏、甲伊的荣耀。可见上帝真看重教会的存在。其实上帝伫这地面上，伊无透过任何的机构来彰显伊的荣耀，只有透过教会。所以教会伫上帝眼中是啥货？人讲教会是上帝的新娘，咱听候伫这个地上来做伊要咱做的工课，直到主耶稣过来的日子。所以咱大声爱看见教会所起做的，咱的生命的中间，做伙甲教会来成长，做伙甲教会成做一体，唔是干那影响我家己尔，影响我的家庭尔，影响这个社区，影响我的工作的所在，影响我的厝边，我的亲戚朋友，甚至影响咱规个社会。在这段经文中间，咱讲，达人所教所修的文书，三福赛。这个达人什么意思？是什么人？是牧师啦，还是长老，还是执事？达人什么意思？真侪人听听讲，迄个做上帝百般恩赐的管家，这管家什么人？啊，就是你是管家，牧师、传道、长老、执事，恁是管家，啊，阮是厝里的人，所以阮就听候看恁要做啥，啊，阮伫遐看就好啊，唔是。什么人叫做达人？就是你甲我的，就是咱每一个人叫做达人。咱伫上帝的家内面，咱就三听、三服侍，跟咱阮家共款吼。阮太太较爱煮食啦吼，啊较无爱洗碗，啊我较爱洗碗。为什么？为什么较爱洗碗？因为阿伯叔，你阮家真济碗，你来阮家帮我洗。不是，洗碗你知影？洗碗是一个解除压力的上好的方式吼。当你遐洗碗是洗，不是干那运动啦吼，做代志啊。洗一块碗洗好了后，你就解决一个问题，哇，真有成就感有无？一面桶的碗洗了，哇，拢洗了，洗清气啊，有一种成就感嘛。啊，无说阮家真侪碗，咱也袂洗呢，要安怎？所以伫阮家一个人爱煮，一个人爱洗，所以我说真 match 啊。咱每一个人拢共款，伫教会内底互相相听，彼此服侍。伫服侍的中间建立迄个关系，咱就看见咱伫上帝的厝内面来做一个好的管家，来起造上帝荣耀。我讲安尼要哪来起造上帝荣耀的教会？今日为三个方面，咱来做伙来想。第一，咱爱有一个建立一个正确的服侍的观念，建立一个正确服侍，种三个做正确服侍的观念。哦，用哦，今讲到服侍哦，真吃力呢，真忝呢。哦，了时了工了钱。安尼，咱来安尼想，咱袂当真正享受伫一个服侍的内面的喜乐。哦，连我服侍，我分酒簿，我收奉献，我算钱，我分便当，哇，大教会代志遮济，我真忝，佫一个佫轮到我，哇，真忝。其实服侍毋是安尼，服侍是主对咱的一个呼召。咱拄下啊，一对小象跟伊呢，因出去到迄个所，去登去到台湾迄个所在，哦，面对遐个透早六点都爱起床，其实毋是六点，五点半都爱起床，六点开始要祈祷。一直拼到暗时十一点、十二点，我准备明仔载的教材。哇，真忝！台湾阁热，网虫阁侪，去遐较庄脚的所在阁无冷气，哇，真忝！我面对这么侪学生，其实真服侍的中间，要经历上帝伫咱心上的困难。马可福音，咱做来读这个经文吼，来，因为人主教。
不是要找用人，是要让人找用，就献他的生命来赎回罪罪的人。这是主耶稣跟我们说的，他说我来到这个世间，不是要找用人，不是要做头家，不是要做管理者，当然上耶稣主耶稣管理我们的生命。不过我来的目的不是要找用人，是要让人找用，献他的生命，最最最人的赎回。这是主耶稣来到世间一个使命跟号召。咱知影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伊的身躯。今仔日那头的使命是要来服侍人，啊，身躯敢有别个使命？敢有？用我头，我想要向迄边行，我身躯无想要去，还袂使？袂使咱了理解讲，基督是教会的头的时，咱的身体就要跟头的同款的使命。我有时也听见人讲，啊，我服侍上帝就好啊啦，服侍上帝就好啊。不过咱卖袂记主耶稣所讲，这个恁若遮的代志，恁若做伫迄个上微细的兄弟的身上，就是安怎？做伫我的身上。所以咱唔通讲我干那服侍上帝就好啊。有人讲我甲听上帝，我爱上帝就好啊。啊，迄人哦，我无想要，该有啥物交叉。不过圣经甲咱讲，你若无袂当听看会到的兄弟，你安怎会当听迄个看袂到的上帝咧？迄人看会到，哇，迄人看啊，更闪。我若袂当听迄个兄弟的时，我要怎来当听上帝？所以今天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就是我们来服侍我们四周围的人，包括你的家庭，你所工作的所在，亲戚朋友，包括我们的教会。所以彼得前书跟我们说，独独你，就是你，恁啊，就是咱啊，就是那个受拣选的族群，是王也是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上帝自己的百姓，让他们传播他调领出黑暗入他美妙光明的好德行。所以我们今天是活在新约的时代，他说你们是什么地位，华裔说君尊的祭司，就是说你们是祭司。祭司是要什么？祭司就是站在上帝跟人的中间，来看见有需要的人，在那里帮助人跟上帝做一个连接。你知道在古犹时代那个祭司，是要敬祭司是真啊，真多条件，身体有病有缺点的都不能做祭司，要条件敬出来。所以你如果我们活在古犹时代，感谢主，我们不是活在古犹时代，古犹时代我们可能没一个人可以做祭司啦。为什么？连挂目镜也不能做这事，对吧？我今天挂目镜就不能站在台顶讲道，因为眼睛有问题。我感觉说，我们今天是活在新约的时代，过去阻挡人来服侍那些条件，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些都除去了。上帝在新约的时代，在我们调我们来做一个祭司，不用再像古约的时代，这是家来服侍每一个人，来一旦来服侍人，不用再等啊，爱等牧师，爱等传道，爱等长老，爱等执事，爱等辅导，咩？主呼召咱来服侍咱的教会，服侍咱的社区，服侍咱四周的人，所以服侍是一个呼召。第二样正确服侍观念，服侍是灵命成长的方式。那个灵命成长的过程中间，咱需要装备，总之咱需要读上帝的话，咱需要祈祷，咱需要参加真侪训练，这拢真好。不过咱袂使干呐活伫这个所，活到这个坎站就好啊。这是一个根基，真重要。
不过当咱愿意来服侍来传福音的时阵，咱所认识的知识，圣经的知识，上帝话，真多服侍将真多一个为咱人所流通出去，一个水讲，咱真多祝福这个地面上的人，的迄个中间连接的所是真重要。对咱的服侍开始，在服侍中间，看见上帝的手都来锻炼咱的生命。用啊，我服侍上帝就好，我无要服侍人啊。有人安尼讲，我咱知影，干那咱愿意来行出去服侍的时，咱才会看见上帝安怎来改变咱的生命。啊！你要看人读迄个武侠小说吼，我摕着一本武功秘籍，啊，先安怎？武功秘籍先入去深山拿来闭关三年，功夫练好啊，啊才出来，会使打败天下无敌手。练功会使安尼练啊，不过咱生命要成长，咱无法度家己一个人练，无法度家己一个人练。但生命要成长，一定要透过咱的群体的生活，咱会来做伙来领受上帝在咱身上的工作。透过服侍，咱才经历上帝的真实。但透过服侍，咱的生命甲人甲人中间的连接，才能看见咱的生命有成长无。所以有些讲呢，这个服侍吼是一个照妖镜。安怎讲？服侍的中间，我看你甲我无共款。啊，迄人讲一句话，哦，我实在过袂去。我看上帝生命要怎起造伫咱内面？透过服侍人甲人中间的关系，咱才当看见家己的软弱，咱家己的有限。咱才看见，咱来到上帝面前来追求伊的快乐甲平安。啊，上帝，我做袂到，透过你的恩典，我才会当服侍你。这是第二点。第三项，尽忠哦，我来讲忠心哈，忠心尽忠是上帝所看重属灵的品格。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十安尼讲，我所盼望迄个管家的。是爱得伊安怎尽忠？咱听讲想着做官家，咱上注重的是啥物？是你有才情无？你温素无？不过保罗伫遮讲，上帝所看重的是尽忠，做上帝所托付咱所要做一工。有时咱伫教会中，可能感觉啊，我。大材小用，我的社会我是总经理，我是头家，我是做真济代志。不过我的教会中间啊，啊要叫我吼扫便所，要我搬桌啊搬椅啊，还是叫我做这做那，我说大材小用。不过兄弟，咱唔通看轻咱伫教会中间的服侍。咱教会中间有真济服侍，分酒杯嘛是，收奉献嘛是，卖便当嘛是，咱着尽忠来做。前面人讲啊，我过去吼做真济啥物大个事业，啊，你教会要叫我做这吼，啊，叫迄个做就好啊，叫少年的做就好啊。大项代志、细项代志是啥物人咧看？什么人在看？是人在看对不？啊，这个徛在台下顶，这个书会，这大项代志，哦，做长老大项代志，做执事大项代志，爱分酒簿吼，搬桌啊，搬椅啊，扫涂骹，迄细项代志，还是为人的眼光来看。不过，伫上帝的眼光内面呢，无什么，无分什么大项、细项，无。上帝的眼光，干哪里有尽忠，无尽忠？我记得有一个牧师跟我们说，说细项事是细项事，
在小项事的顶面尽忠，在上帝的眼光内面就是大项事。阿门。无什么分大项小项，只要尽忠。这是上帝看咱基督徒生命的品格是安尼。所以咱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服侍的观念。第二项，咱要明了解上帝国需要工人迄个紧急性。咱看圣经里讲有一件真奇妙的代志，就是上帝是一个全能伟大的上帝，不过伊需要人来甲伊同工。为什么需要人甲伊同工？啊，我这人这软弱，啊脾气这么歹，我需要甲上帝同工。我啥拢不要做，我使甲上帝同工无？你记当主要说出来传道的时，伊招几个学生？几个？十二个对无？主要说都带这十二个去无各共款的所在，各城、各村，伫遐传福音，伫遐医病，伫遐赶鬼。毋过，敢若这十二个吼，敢若无啥够，所以后来主要说搁设立七十个人。车因出去，两个两个出去，在因的面头前，往伊家己要去的所在，伫遐做啥货？唔是先去遐分传单，唔是。有缘车这七十个人，两个两个做伙出去，伫遐同款传天国的福音，医病、赶鬼，做同款的代志。上帝有啥物话用天使就好啊？天使比咱较有力、较有气力，做搁较侪代志。上帝爱咱甲伊来做伙同工。有人讲离开主，我实在袂当做啥物事。离开主，我袂当做。毋过上帝若离开咱呢？伊有话当做，毋过上帝选择离开咱、离开人，伊无要做啥货？伊爱拣选人甲伊做伙同工。真奇妙，所以这是主要说常常教示，常常教示伊的门徒安尼来看，讲我要甲你做伙同工，求主找伊的工人，求主找伊的工人，因为上帝愿望咱甲伊做伙来同工。有人讲，拄仔来教会，拄仔信主，我啥拢袂晓，圣经嘛无读过，一届两届，半届拢无。我们要甲主同工，你会使甲主同工无 ？Yes， 会使。那么为主来做工，教会的需要，咱每一个基督徒，咱就参与伫这个中间。耶稣讲一个譬如，讲一个葡萄园，伊主人因为需要找工人。来遐做工，透早六点出去外面看，真侪人徛伫遐。你入来葡萄园内底做工吧。九点佫出去，佫看一群人徛伫遐。你奈盈盈徛伫遮咧？你去葡萄园内底做工，中昼十二点，下晡三点，一直到五点，拢看着侪侪人伫遐，伫迄个所在。你去葡萄园内底做工。我不知道当咱听到这个，比如听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咱心有甚么款的感动无？这个葡萄园内底，永远需要有工人参与伫这中间，这个需要真大。所以，现在咱可能敢有了解上帝的心意，上帝咧呼召咱，要来起来甲上帝做伙同工，特别当上帝给咱教会的一个印象。是出去传福音，出去传福音，带人来到上帝面前。现在咱有安尼感动无？特别伫咱教会开始做一个阿法，你心内有一挂人，像这兄弟、像这朋友、这无多友，也未听过福音的，也是听过福音，也未信主的，愿意招因。做伙来参加阿爸的课程，伫遮来认捌主无？为因来祈祷，为你家己来祈祷。愿上帝予咱来叮当起来，
奉献上帝要爱咱所做。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咱伫北加州有一个小城，一个小城吼，叫做 Modesto。还有一间教会，因决定要来演出出剧，一个话剧，哦，来一个叫做福音话剧。这个福音话剧叫做《Heaven's Gate and Hell's Friend》，天堂的门甲地狱的火，这是1995年，因为迄个所在开始编这个剧，啊，伫遐来演出。因想讲演三个拜六暗演三届就好啊。想袂到因所演的这个剧，哇，真济人来看。第一礼拜、第二礼拜、第三礼拜，哇，真济人来看。效果真好，真济济来，因为看到这个剧，就决志来信主。所以附近的教会，邀伊讲恁演较济场咧，因为真济人想要看，有需要。结果一演演二十八场。拢总有33000个人来看这个剧来信耶稣。如果演到二十八场的时候，这附近的教会就来跟因参详讲：“拜托唔好再演落啊！为什么？不是看到属灵的复兴吗？”这是1995年伫北加州一个复兴伫遐兴起，又唔爱再演落啊？为什么呢？因为每一礼拜。真侪新人来到教会内面，人伤多，阮的教会无法度接纳这人，无法度用这人入来到教会。为什么？服侍的人无够，教会所在无够，杯啊盘无够，便当无够，连便所的卫生纸嘛无够。啊，你莫阁应落啊！教会挡袂住，因为安尼，迄个复兴伫迄个所在全停止落来。28场了后，复兴就停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当我想到这个代志，我心内其实充满盼望，因为咱发现讲，为20世纪的开始，真济属灵的复兴，不管伫美国、伫韩国、伫南美洲。你记得1906年开始，甲洛杉矶 Azusa Street downtown， 伊遐一个属灵的复兴，不过3年了就无去啊。这个中间就无阁有任何属灵复兴，为遮开始。我看见教会上帝由原来使用人伫这个复兴的中间。因为我听这个故事，令我心中有一挂怨叹，就是最时阵，咱来求教会复兴，咱想讲教会需要复兴，我当迄个复兴真正来到咱的中间的时候，工人无够，但是为咱需要看见上帝国的工人迄个紧急性，咱的需要真大，但是咱起来。服侍咱的教会。第三点，咱会主动来参与伫教会服侍。来到这个教会，你感觉啊，教会真温暖，教会真侪兄弟姊妹，真侪亲戚朋友，我属伫遮，有一个归属感伫这个教会内面。但是真正服侍里面，咱看见咱彼此相疼，忠心。这个温暖的感觉在这个所在。我也是，当咱今仔日来到上帝的厝内面，咱千万唔通做一个旁观者。我们在旁观者台语边啷讲哦？旁观者，啥叫旁观者？就是咱徛在边啊咧看，看啥物？看今仔日教会啊，佮有啥物状况无？看今仔到这个敬拜团是做唱歌唱的噪音无？还是看讲今仔日便当有菜有好无？还是看今仔日谢牧师讲话，佮拄仔讲唔对，佮伫遐闹情歌呢？还是看讲啊，咱教会哦问题这真多，咱唔通佮做一个旁观者，
参与在教会的中间来服侍。我相信咱每一个人拢有参与在教会服侍，咱真侪团契，真侪小组，真侪无共款的事工，咱拢参与在内面，咱拢参与在内面，来服侍咱的教会。所以我常常讲，咱来到教会中间，咱毋是人客，咱是主人。阿门。什么人是主人？就是咱每一个人拢是主人。主人甲人客有啥物无共款？咱若是一个主人，这个家庭是我的，这厝、个、是我的，我便所歹去，我地摊垃圾，我这个歹，那个歹，我家己来修理。我家袂晓修理嘛，叫人来修理，开钱叫人来修理。我当咱去人家做人客的时候，哦，路线到做人客，我在便所派去，我来，我帮你修理。可能有人会来修理，不过是因家的便所，不是阮家的便所。啊，你地摊垃圾，家家家讲，哎，这地摊垃圾你清清嘞，因为我是人客，你是主人，这跟我无关系。不过，咱若是这个教会的主人的时阵，咱就愿意看见，当咱参与伫服侍内面，咱才知影教会的需要。啊，原来教会这嘛欠，迄这嘛欠，真济的需要伫迄个所在，咱就愿意来参与伫教会的服侍中间，咱知影教会的需要。当咱来参与伫教会需要，咱才会当起做上帝用咱教会。当个新朋友来时，还袂拄到耶稣，先拄到啥物人？先拄到你甲我。所以咱是一个代表。当咱看见这个人的时，原来哦，有听伫这个教会中间。所以听众，咱毋通看见咱伫教会的积分，咱需要侪侪参与伫咱的中间。当咱愿意参与伫服侍的内面的时，才能起造咱家己的生命，来成做一个影响别人的门道。透过咱的敬拜，透过咱团结小组，咱参与的内面，咱将那福音都传到遐身边、周围，把人欢喜。原来基督徒是互相相听，是咱今仔日参与教会的目的。咱成做一个影响别人的生命的基督徒。所以，兄弟姐妹，教会是咱属灵一家，这个家需要咱做伙来参与，做伙来起造。这个过程的中间，咱属灵的生命，那么因为教会的成长，咱的生命在内底，嘛做伙来成长。你看，咱教会实在为过去到今嘛，做做咱参与的中间，互相来相听，咱就得着。阿门。所以今天是讲的，咱当心来起造属灵的家庭。阿门。作为来祈祷，请主，我一届来到你面前来献上我的感谢。虽望我软弱不配，不过主啊，你有缘拣选我，感谢你在乐福教会的内面，你拣选我，伫甲你的计划不分，我会当甲你来同工。求你的圣神来帮助我，让我在教会的中间找到一个我可以服侍的地方，我能同心合意来起造你的教会，让你的心意可以满足，因为你的教会我可以把你的稳定、你的怜悯、你的医治可以传给这个世代知道，让我们来归向你。主啊，我们这时也要用我的奉献来到你面前，我们献在你面前的，真多你的圣工所用。我们祈祷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是咱们用奉献来服侍咱的主，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也是主所对你讲的话。主跟咱讲来服侍伊，服侍伊的教会，服侍咱的兄弟姊妹。Ooh.
请做个起立，来用一首诗歌回应主来跟你讲的，主来跟你心灵的那边啊的时候，你都感动我，愿意来服侍你的道路，对我的中间画出主啊，跟你使用我。明秋帮助我的每一个兄弟姊妹，虽然我是感觉我真软弱，我因为你的呼召，因为你的心意，我会让勇敢投入在你的服侍中间，让我尽忠来做你所托付我的工作，我会让同心合意来起造你的教会，愿你的心意得到满足。主啊，这是我的心愿。主啊，我唔那干那有一个水一礼拜堂了俩。主啊，要愿伊愿起造一个健康的教会，伫阮的中间，让世上的人看见。主，就是阮伫内面互相相听，彼此服侍。伊看见是基督徒的生命，伊就愿意甲阮做伙来认捌你。主，阮俄罗斯，一切荣耀拢归伫你。做来领受对天顶来的祝福，我啊主要所祈祷的稳定，上帝无限的疼痛甲怜悯，圣神的安慰扶持感动交通，甲咱正兄弟姊妹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止。阿门。